刚刚划过一道闪电，大家有看到什么吗？那是球哥闪亮登场啦！大家好，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又毒奶的球哥，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谁是历史上最好的状元秀？关于这个问题，相信大家各自都有着自己的答案，但这在诸多答案当中，邓肯的名字绝对会是被最多人提及的。作为1997年状元秀，邓肯的整个职业生涯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绩。在他19年的职业生涯中，邓肯前前后后一共入选了15次全明星、15次 NBA 最佳阵容和15次年度最佳防守阵容，并且同时得到了2座 MVP 奖杯、5次 NBA 总冠军、3座 FMVP 奖杯。最重要的，邓肯全部的19年生涯都献给了在选秀大会上选中他的马刺，从来没有和其他球星一起去抱团。单纯从球员对某队的贡献来讲的话，邓肯无疑就是 NBA 历史上最好的状元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早在1997年选秀开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邓肯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球员。他在 NCAA 创下了多项纪录，一度被称为维克森林的飞天魔鬼，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宰制了 NCAA 的赛场。而得知他要参加选秀后， NBA 的各支球队为了得到他，甚至争先恐后地开启了摆烂模式，只为了能够最大限度提升自己的选秀顺位。即使是像马刺、掘金、凯尔特人这样的争冠强队，也开始没有底线地进行摆烂计划，只为拿到状元签。凯尔特人因此交出了队史最差的15胜67负，可惜幸运儿只有一个。马刺队成功得到状元签，选中了邓肯，一段传奇故事就此开始。那么回到1997年选秀大会，邓肯身上到底有什么魔力，值得全联盟为他摆烂？当时人们对他的期待是怎样？维克森林的飞天魔鬼，他的优势和劣势又分别是什么？翻开邓肯的选秀报告，也许我们能从中找到答案。先从邓肯的大学生涯说起，和大多数人打一年就选择进入 NBA 的大学球员不同，邓肯作为维克森林大学的队史第一人，一共在大学打了4年，原因是因为他的妈妈希望他可以考取相应的学位。虽然进入联盟的时间晚了一点，但是这4年时间也让他的技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邓肯的大一赛季并不像之后那么有统治力。大一赛季邓肯场均只能打出9.8分、9.6篮板、3.8盖帽的数据，这样的成绩很难想象能够成为日后的 NBA 状元。不过经过3年的历练，大四赛季的邓肯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他场均可以交出20.8分、14.7篮板、3.3盖帽的超强数据。不仅在进攻端表现全面，邓肯的防守能力和护框能力更是进化成顶级。直至多年后的今天，邓肯在大学4年时间的总盖帽数481个，依然排在 NCAA 历史第4位，总篮板数1570个也能够排在 NCAA 历史上的第2位。因此，在邓肯宣布参加当年的选秀大会之后，他立刻成为了所有球队的目标。在一份选秀报告上，对邓肯是这么评价的：邓肯是这届选秀里最好的球员，他会在第一顺位被选中，并且有能力成为 NBA 级别超级巨星。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球探们在对邓肯在 NBA 的位置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他在大前锋位置上会是一个更有统治力的球员，也有人认为邓肯有着成为统治级中锋的条件，他的位置主要将取决于选中他的球队。从身体素质角度上来说，邓肯的移动能力非常好，他在场上可以一直击败对手，有着长臂和很好的盖帽判断，背身脚步还在不断进步，这让他可以防守多个位置，协防和横向移动都非常出色。从篮球技术的角度上来说，邓肯非常全面，他能里能外，具备投射能力，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得分，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脚步击败对手。邓肯经常在转身投篮时使用打板出手，他也可以投中距离，这项能力也体现在邓肯后来无解的45度角打板投篮中，并且球探们认为对于这种身材的球员来说，邓肯具备更广阔的传球视野和球商，甚至他的助攻也领先维克森林大学，控球技术也比绝大多数内线强，这也让他很多时候可以作为球队战术发起的中轴，多样的进攻威胁也可以让战术衍生出更多变招。邓肯的最大优势就是他的防守，大学最后3年，他每一年的场均篮板都超过了2位数，大四赛季场均可以拿到15个篮板，护框能力可以用变态来形容，超长的臂展和足够尺寸的身高也让邓肯能够在防守对手时轻松送出盖帽，他的总盖帽数也排在当时的 NCAA 历史第1位。不过再好的球员也是人，是人就不会十全十美。在邓肯的劣势分析上，球探们对邓肯是这么形容的：虽然邓肯已经很出色了，但是他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就是大多数大学生球员进入 NBA 都会面临的问题，
邓肯需要增加力量和体重才能适应 NBA， 而要在职业赛场立足，邓肯在进攻端的技术还需要继续进步。64%的罚球命中率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他大学四年最低的一次。如果不多练习，很可能会和西蒙斯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 NBA 球探总监马蒂布莱克也对邓肯做出了评价，他可能是过去十年进入 NBA 最成熟的球员。邓肯之前的过去十年进入联盟的选秀有哪些呢？同位置上来看的话，就有奥尼尔、莫宁这样的超级内线球员。如此来看，这样的评价足以见得邓肯有多么出色。邓肯的模板则被认为是两个球员，一个是他在马刺的队友大卫罗宾逊，另一个则是以梦幻脚步闻名于天下的大梦奥拉朱旺。这两名球员都是历史级别的内线，并在当时也都预定了两个名人堂席位。相比之下，邓肯在防守端的能力会比大卫罗宾逊更强一点。从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表现来看，五座总冠军也证明了他的带队能力是要强过奥拉朱旺的。可以说，虽然前面提到的两名前辈都很伟大，但是就个认为说邓肯的历史地位超越了两位前辈，大家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这足以看出邓肯的职业生涯到底有多么成功。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邓肯在被马刺选中之后，圣安东尼奥当地为他开了一个欢迎会。这位修满大学四年的学霸在欢迎会上只对球迷们说了一句话：准备好大赢特赢吧。最终邓肯也确实做到了，他所在的每一年马刺都是争冠级别的球队，并且为圣安东尼奥带来了五座总冠军奖杯，其中有两次都是击败了后来的接班人皇上詹姆斯。这样一个图腾式的球员，我想如果出现第二个，那么一定还是会引起全联盟的疯狂摆烂。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就请点点订阅。要想看球不糊涂，订阅球哥不含糊。